天我们来了新加坡的加德加，好热闹哦，衣服马萨是吗？按摩10块钱，要不要得嘟？嘿呢？要做指甲吗？哇 ！Only $20 gel manicure。刺的在后面呢，这边前面全部卖衣服的零售。三秒好了，录不录？看，看这么多人。哦，卖衣服，卖刺的。好啦，录不录？好多人。泰国的碌碌阿仔啊，来到阿仔了，阿仔，卖这些阿仔，是什么这个？Chicken barbecue with the spicy Thai coconut。在那边坐着吃，苹果，苹
多 steak rice。好了，走了一圈了，好多人了。这样，还有这个，check to check night market in Singapore。OK， 就是这样喽。